近日，YG娱乐通过 SNS 等公开了最新女子组合 Baby Monster。Baby Monster 是 YG 继2016年推出 BLACKPINK 时隔七年再推出的女团，她们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，引起热议。继成员雅贤的视觉让网友觉得有珍妮的味道。最近，雅贤出道前的照片被曝光，引起了粉丝的注意。网友将她与 BLACKPINK 的珍妮进行比较。2007年出生的雅贤，日常照片也腥味十足。网友们认为她散发出 BLACKPINK 的珍妮的气质，也激起了网络对新女团的厚望。这些照片在网上疯传后不久，粉丝们不禁赞叹这位年轻歌手，纷纷评论道：“天哪，他们又在哪里找到珍妮型的脸？好漂亮的 YG 脸，我肯定看到了珍妮了，也有点像 Twice 子瑜。”有网友还觉得像 Lucifer 徐允珍，果然美女是没有上限的。此外 ，YG 发表了一篇新文章，透露将推出一个展示 Baby Monster 技能的节目，将通过一部纪录片形式展示他们如何进入最后的阵容。爱豆韩社，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